我现在人在这个水源市场，然后呢，来到水源市场干什么呢？就是要来挑战台语。中间，哎呦，用台语买了买下的物品，买下的两气，但不得不袂当讲出名，水里苦瓜是脖子，知道了 ，OK， 我准备好 ，I'm 准备好嘞。头家，唔好意思，哎，我想要买一个年年的阿姨的皮咧，伊的皮是红色的咧，红色，阿姨的伊的迄包辛苦包起来的物件，迄个辛苦包起来，泡面啊，泡面，伊的辛苦是咧泡面啊，泡面，唔是这，你搁客。More 英文总出来啊！你等你面头前呢，我想要买几粒，对，我买几粒安尼。还蛮快的，很可爱耶！超哥你好，我想要买几，这个是什么名字？蔬菜。蔬菜。呀哈哈哈！海了，广东话好好。不是啊，伊是白色的，伊面麻麻，就像迄造船的皮肤。造船啊，丢了，丢！你提好我一个，嘿，麻烦你了。我觉得我这血压快飙高了。火锅肉可以交给我吗？这是蓝布拉。蓝布拉。蓝不辣不？这蓝不辣的哦。哦，腰子哦。头家你好，我想要买一个物件，这个物件呢，伊是鸡啊吼，鸡。你好吧，好吧嘞，你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嘞，好吧诶，头诶，它是什么啊？嘿，对，啊，我要买嘿，有关于你的摊贩买的什么颔棍啊？什么都什么啦？对，啊，我买一个颔棍啦，颔棍哦，所以一个台语is called颔棍 right？It's called。这夏丽啊，谢谢。第二个。桂林啊，这我猜。气趴，一趴这我完蛋了。啊，这个 easy 啦，这个 easy。我先来问一个我知道的，这是不是黑啊？对，yes。哪里有卖皮蛋？嘿，在家无人卖皮蛋。不是皮蛋啊。皮带嘛。系啊，皮蛋啊，皮带。皮带叫皮蛋啊吧？叫皮蛋。那皮蛋啊是什么？皮蛋啊。皮蛋啊是青菜哦。皮蛋啊是青菜。谢谢，浪费我好多时间，浪费我皮带。这是菠菜吗？对。哦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再来一个是完蛋了，起爬，你知影是啥秘密家不？没麻吉的啊，麻吉。那是客家话啦。起爬，麻吉叫不好意思，老板你有买麻吉没？啊，麻吉。谢谢，太幸运了。这个是起爬，立刻买错。谢谢老板，起爬，错赛了，我就是第二个最难，所以我把它放在最后面。起爬是应该是什么起吗？鱼在二楼，起爬是鱼骨头。哦，你这样跑上跑下来啊！你有鱼骨头吗？起爬是鱼骨头吗？麻吉什么鱼骨头？对呀，麻吉呀！客家话你一点都不懂，虽然是闽南人。烂了！你那我没有糊烂你。楼梯旁边那买水梨那间店有卖。怎么可能？所以它是水果。这叫草莓啊，不是，哦对，气泡啊。
请问气泡是草莓吗？好的。时间暂停。